凭借一首卷珠帘登上了马年春晚舞台的霍尊人气暴涨，而最近他在参加中国好歌曲节目时却面临淘汰，究其原因正是应接不暇的通告影响了他在节目中的表现。坐在这里安静静地听我唱，听我写的歌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，真的谢谢。